今年我二十出头，就是没有男朋友，看着别人手牵手啊，心里感觉酸溜溜。尤其是到了晚上，我一个人更难受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流啊，只好抱着花枕头。不是我不爱你，可惜你妈不同意，她说我没啥出息呀，不让我俩在一起。男人要顶天立地，努力奋斗要争气，打拼几年荣归故里呀，一定会来把今年我十八出头，就是没有男朋友，看着别人手牵手啊，心里感觉酸溜溜。尤其是到了晚上，我一个人更难受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流啊，只好抱着花枕头。是我不爱你，可惜你妈不同意，她说我没啥出息呀，不让我俩在一起。男人要顶天立地，努力奋斗要争气，打拼几年荣归故里呀，一定会来把你娶。等妹别心急呀，妹妹永远只爱你。哟呼！好，頭先邊一位想聽三十出頭的？金石哥哥有好喜歡的一首歌是嗎？十大金曲之一，擁抱可作可作以後。這麼晚了還在跳，出頭了好聽，是吧？謝謝，謝謝我們直播間每一位家人們，也謝謝我們韓國的朋友。系啦，多谢我哋直播间所有嘅好朋友同埋现场嘅，可以输血比靠食物还快。衣服好美，我喜欢，多谢妹妹，系咪啊？你中意呢件衣衫啊？呢个衫系咪颜色好鲜艳 ？Baby 姐姐见到你啦 ，Sam 哥见到你啦，慧芳，亮亮慧芳看见你啦。贵贵，谢谢，大家鼻膜，谢谢我们还有妹猪，像美人鱼吗？这是美人鱼吗？我刚开始的时候比较喜欢这个颜色，我感觉这个颜色
好像很像很鲜艳，所以我就喜欢了。常常要擦口红，哈哈，说我吗？感谢哥哥见到你啦。